带着小熊来的。Hello， 哎，大笑，你要抱着吗？你是刚刚把他从客厅拿过来的？看到他了，然后觉得说，可以抱下来就抱下来。我先给你看一个小视频吧，对，你看这个这种形式，你一看就。 所以，想听一下你的答案。